我是佐日古里斯蚂蚁，这是我和老公一起开的艾利库提超市。以前开的比较小，现在攒了一些钱，在村里面开了一家大超市。姐，结账。哎，行。现在顾客也越来越多了，生意也越来越好了，钱包也鼓鼓的。现在支付也很方便，这么大的店我一个人也看得过来。现在农村的变化也很大，你看这路跟城里面一样，也是柏油路。我孩子放学以后就喜欢来这里踢足球。我们家就住这儿，现在农村的都住这样的小楼房。这是我女儿，上五年级了，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了，就希望孩子好好学习，上个好大学。